嗨，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家。那我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先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是一个小米之家。如果很多朋友的家里会有非常多米家的产品，比如说小米的电视啊，小米的扫地机器人，以及小米的摄像头，包括电动的窗帘，包括灯光，包括它的音响，全部都是米家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视频的观众很多的都是米粉朋友，你们家里一定不少这些设备。那在我呢开始上班的时候呢，我需要做一个动作，那就是比如说我的车在那里，就是最新发布的速七。那我如何能够在家里去控制我的车呢？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小爱同学会怎么帮我。小爱同学，我在。把车里的空调打开。车辆空调已经打开了。小爱同学，哎。把座椅加热打开。操作主驾座椅加热已打开，为避免耗电或过热，15分钟后为你自动停止。小爱同学，哎。把车的窗户透点缝。操作中，已打开所有车窗通风。那在我刚才的演示过程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甚至不需要掏出我的手机来一步一步点开 APP 去操作，我只需要通过小爱同学就可以来操作我在车库里的车。那接下来我们就去车上来看看。OK， 那离开家之后呢，打工人那天就开始了，所以呢，我来到我的车库。那我的车已经按照我刚才的需求把空调打开，座椅加热打开，并且开始通风。我拿着的手机呢就是一个蓝牙钥匙，所以呢我可以无感的进入。 OK， 接下来我们上车。那当我坐上车之后呢，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的灯好像没有关，所以我可以跟他说，小爱同学，主驾请讲。关闭展厅的灯。好的，帮你关闭了小米之家展厅的两个灯。那大家看啊，我不仅可以关闭展厅的灯，我还可以选择具体是关闭哪一盏灯，它是非常非常细致的，其实跟我们手机操作是一样的。哎，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我的扫地机器人也没让它打开开始工作，所以呢我可以说，小爱同学，我在。把扫地机器人打开让它开始工作。你是想操作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吗？对的。好的，帮你操作了小米之家展厅的扫地机器人。把家里的窗帘打开。好的，帮你操作了小米之家展厅的窗帘。所以那边的窗帘也打开了。那当然哈，我可以一对一的通过语音去操作所有的单品设备，那我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比如说我其实已经在 APP 里如果设定好了离家模式，那我可以让它一键给我直达。小爱同学，在。开启离家模式。已为你启动离家模式场景。所以呢，这个时候电视会关闭，然后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窗帘会打开。那这些全部都是我提前设定好的，在车机上面我通过小爱同学的交流完全就可以控制，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爽的。那除了我刚才可以在这个车机和我的这个家里的小爱音箱之间去来回的互动之外，那我特别喜欢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离家模式和回家模式。你可以设定一个范围，它叫距离，那也就是当我开到我家小区门口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再去用语音来操作它，或者通过 APP 来操作它，它已经监测到我到我小区门口了，它就可以自动给我开启回家模式。当它监测到我离开我的小区了，它就可以自动的给我去打开离家模式。那这个其实会更加无感一些。那除了刚才我可以用语音这样去操作之外，哎，大家看，在其实它的中控屏底下就有这个米家的。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它的设备，包括我设定好的回家模式、离家模式，以及所有单个产品，其实跟我们在手机上去操作米家 APP 是完全一样的。包括我在整个车机的过程当中，下滑的状态栏，还有这种所有的这个操作按钮，是不是跟手机上面的感觉是完全一致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目前体验下来车机跟手机的互联互通，包括 UI 的设计最统一的一家了，这个不接受反驳啊。那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应该也是我以后会常用的，你就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我想看一下我家里的这个小猫小狗或者我的小火箭在干什么，那我就可以打开摄像头。注意啊，这个是家里客厅里的摄像头，它真的是连通了你的家和你的车，然后人车家就在这种不同的这种应用场景当中，你可以看到它是如何非常完美的统一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还蛮兴奋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家庭用户，我家里有很多小米的设备，那我现在呢开上小米的车，那我未来就可以利用这些不同设备之间的联动跟互通，可以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淡用难回的。 OK， 那我这个打工人呢现在下班了哈，我就可以喊他一下，小爱同学，在。打开回家模式。
已为你启动回家模式场景。 OK， 那所有的一切呢，我的家里都悄然在发生，然后我就可以下班回家，然后带上我的手机，当我离开车一定距离的时候，它会自动锁车，所以一切的一切都不需要我再手动的去操作。那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不错的。那当然啊，目前呢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体验，我也特别期待在后续呢我拿到车之后，然后呢跟我的家真实的场景的联动，那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给大家带来报道。当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因为在后面的一系列视频里面还有关于手机和车机的互联，以及实际开上路的体验，包括对这个车的综合评价和购买建议。好，今天先聊到这里，我是伊娃，我们下期再见。